这些视频将为你介绍一些你需要了解的常用道路规则，进行勾形转弯。在墨尔本驾车时，你会遇到一些独特的情况。有时候，当你要右转时，需要进行勾形转弯，请留意这个标识。如何进行勾形转弯？首先，你需要处于左侧车道，向前移动，不要堵住任何人行横道线，直到你的汽车尽可能靠近道路前端。停在这个位置，直到你看见要转入的道路方向的红绿灯转绿，右转，然后继续前行。驾车出行之前，你需要了解这些常用道路规则。